的影子无所不在，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谁不会忘，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。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。心随你动，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送来的钱，我会转告世英的，请慢走。喂，你朋友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认识我？当然认识啊，你是老板娘，在你店里喝过酒。你们两个是？我是他。他叫王一凡，廖春桐的未婚夫。再见。哼，黄鼠狼给鸡拜年。一凡，你是不是看过诗音？跟这女的有过什么？哦，我不记得了，我只知道她是一间酒店的老板娘啊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你是看过诗音在那酒店出现过了？我，好像已。哎呀，我不记得了，真的不记得。那你是不是告诉过秋桐什么？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她是跑到这来是恶人先告状，还是来跟你套交情的？婉莹，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要被她骗哦。这种女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，三言两语就能把人哄得团团转。你不要相信她的话。她跟我说，她跟诗音走得近，完全是公事上的往来，她不希望我误会。可是现在你又叫我不要相信她。那么他刚刚说那些话都是假的，他跟诗音根本就关系匪浅，是不是？他讲这样就对了啦。他如果赶到这来说这个话的话，就表示他跟陈诗音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业务上的往来了。对了，我有看过他跟陈诗音喝酒了，可是我有看过他跟别的男人喝酒啊。王爷，所以这个话你就要相信他了。问题是。一开始我就觉得不能相信这个人，他，我虽然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可是我看人很直接。我觉得他刚刚说的话，似乎又合情合理，无懈可击。我又很相信我的直觉，他真的是太天衣无缝了，怎么回事呢？王爷。一凡，我请你不要用这种同情的眼光看着我，好不好？关于这件事，现在你也不需要再对我透露半点讯息了。
诗音总是会回国的。我要看他回来以后，当着我的面他怎么说。我什么也不会说，装作不知道。像这种事啊，越解释越麻烦。你也真是，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擅自做主跑到我家去呢？祝我们合作愉快。这趟旅行够累了吧？才刚回来，是不应该告诉你这些烦心的事儿吗？可是我怕你听李太太那边的说辞，会编排我的不是啊。我也是基于好心嘛，他缺钱用，让他在外面张罗，对你总不体面啊。我没能在电话里告诉你，就是不希望用这些小事来烦你。诗音啊，你帮我争取的2000万哎，这可是天文数字啊！别说是50000了，就算是500万，我双手奉上也心甘情愿呢。哼，500万，你愿意给我500万？10%的佣金是200万，另外300万是要跟你合作事业的。我看准了你的能力，我愿意投资。那个酒店那边可以随时结束嘛？这300万用来扩充律师楼，召集各路人马，你在幕前，我在幕后，可以做多项投资。以我的人脉，不愁这生意不滚滚而来。你的野心还真不小。光有野心也不够啊，必须要有你这种精通法律的人才啊。诗音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受了廖秋桐的侮辱之后，还去拜访尊夫人的原因。我马玉蝉可是希望这辈子都跟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这个儿女情长事小，让你对我失去胃口拂袖而去是大。密不可分？怎么想我了？去你的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。诗音，这张是200万集齐的，这张300万呢，没有日期，你好好考虑。如果接受我这个伙伴，就随时嘎到公司户头里，然后通知我完成合法的股东手续。不过我有言在先，那个王一凡跟廖秋桐最好别在我面前出现。否则，我毫不客气。你真的觉得王一凡发现我们的事情？100%确定。那天到你家之后，我回店里查了一下，那个王一凡果然来过店里问东问西的。我看他对你老婆颇有情意啊，进出府上又方便，尊夫人一见到他就满脸发红，
还欲盖弥彰地介绍他是廖秋桐的未婚夫呢。他本来就是廖秋桐的未婚夫。玉蝉，你也够了，不必费神在我面前挑拨离间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跟你合作事业，我完全没有异议。不过，如果你使用伎俩破坏我的家庭，挑唆我和婉仪之间的夫妻关系，如果让我知道的话，我不会饶你的。哼，少唬我，我不是被唬大的。你跟你老婆感情好，任谁挑唆都是白搭嘛。你老婆心生二意，找机会跟你分手，你呢，最好就小心谨慎，免得让别人趁虚而入。这可不是我担待得起的。多了，小张不是说是5点的班机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妈，你先去睡觉好了，我在这边等就行了。我不累。哎，回来了耶！思怡，你回来了。妈，婉仪。婉仪刚才还叫我早点睡呢，不是5点的班机吗？哦，我是先跟马玉婵见了面，毕竟是人家的案子。先给人一个交代比较好。这次旅行我收获很多，哎，我们家也过了好长一段非常辛苦的日子，让您让婉仪受苦了。哎，这张支票就请您收下。什么？200万呢？怎么会这么多钱？什么案子可以赚这么多钱？合法吗？当然是合法的。在事情没有把握之前，我是没跟您跟婉仪说过。你们知道我这个人的。现在事情了了，我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们，马玉婵将会跟我有长久合作关系。我的事业需要这种长袖善舞，而且有雄厚资金的人做护盾。我知道，他有来过我们家看过婉仪，这是我的主意。目的是不希望有旁门左道的人从中制造是非。什么是非啊？我跟婉仪成天在家，跟谁会有什么是非？听说最近王一凡经常来我们家。世英，我不是一个不明事理黑白不分的人，你人在国外，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全由我做主呀，有谁做客，有谁造访，全都是我允许的。一凡是我找来的，家里没一个男人，没一个照应，我不找一凡，我找谁呢？我们家有什么事需要一个男人？婉仪住院，你知不知道？婉仪怕你生气，趁你出国的时候偷偷拿掉孩子，你知不知道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平常门禁森严，我跟婉仪根本交不到朋友。医院动了手术，医生叫她住院。我找不到人，我找不到秋桐，我不找一凡，我找谁呀？妈，不要说，不要跟他说这些了啦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好，你原谅我。快一年了，先是自己的事业不顺，我自己常常控制不住自己，乱发脾气。只有因为生气，只有因为受苦，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好。出国之后，我又忙着我自己的事业，起死回生。我忽略了你们，我没有找人照顾你们。妈，万一怀了孕，
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擅自做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妈，万一这不是别人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啊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结晶。如果你不拿掉他，我年底可以做爸爸了。什么？原来你想要这个孩子，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？我没有改变主意，这本来就是我的计划，我的希望。万一你忘记了我说过的三三之的计划，我们结婚三年是彼此的适应期，等适应好了我们就生第一个孩子，等第一个孩子三岁了我们就生第二个孩子，我们现在结婚四年了，正好是生第一个孩子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擅自拿掉他呢？我又错了。第一次怀孕的时候，你怪我不小心，孩子来的不是时候，你硬是强迫我去拿掉。这一次怀孕，我看你事业正值瓶颈，你心情怎么坏，你电话都懒得跟我说，哪里敢留下这个孩子？我会这么做，我全是因为你。你为什么现在又这样子怪我？你以为我的事业遇到瓶颈，就一辈子翻不了身？你是这样看扁我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可是你出国前真的很难让我产生信心。所以你就一声不吭，就跑到医院把孩子拿掉。拿都拿掉了，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我是想找过你啊，可是我没有你的电话，也没你的消息啊。你们撞他一会儿会死啊！我还没有安定，我怎么找电话打给你们？你们就不能体谅我吗？你永远要人体谅你，你为什么不替我想想？结婚四年了，我跟妈的件事没有听你的，可是你说过你事业未定，心里没有准备好，我不能怀孕。要生现在生也是一样嘛，事情都已经过了，草药有什么用呢？不对，这件事不对，拿掉银行是要很多钱的，你们哪来的钱？你是我借的。跟谁借的？世英，我总该有几个朋友吧，你不要这样咄咄逼人，欺人太甚。我是你的岳母，她是你的妻子呀，不是你的犯人，你这样专横，谁都受不了了，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急，我真的急，我一回国就听到这不幸的消息，我又急又急，我的骨肉没有了，我又听到婉莹躺在医院受这么多苦。我心痛，我难过嘛。这个家我没有照顾好，还要麻烦外人来去张罗，我没有面子，我没有面子，妈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？家也好，大家说出来，虽然吵，总比别的心里强。你流血也累了，要不我去给你煮饭。妈，我不饿，你不要忙了。婉莹，这个
原谅我的疏忽，给我机会，让我改变我自己的脾气，好吗？你瘦了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我回来了，一切就都好了。你不用担心一切，安心的养你的身体，少出门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努力做你的陈太太，好吗？阿姨，在这个地方见面，好像来者不善哦。你自己看看。这婉仪动手术的同意书，怎么了？上面为什么有你的签字？我早料到你陈世英会来这一招，我告诉你，我敢签字，我就不怕你调查。那是婉仪执意要拿掉孩子，没人签字，她只好一个人去找那些乱七八糟的医生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宁可被人家误会，也不能任由你陈太太去冒生命危险。可是，你有什么立场去签这个字？你知不知道，这孩子是我的，只有我才有权利去决定孩子要不要保留。难道你们之间有什么龌龊事？一定要等到我出国的时候才去解决。小青，我警告你，三番两次对我挑衅，我可以当你是条疯狗不理你。可是你连自己老婆都不相信，还任意侮辱，你妈还是不是个东西啊？你烦！怎么样？人家都知道我没有证据，你随便栽赃我。我老婆的住院费，你凭什么全数付清？你算老几？你们之间没有瓜葛，你会什么好心啊？我是看她可怜，嫁个空有七八的虐待狂。我不伸出援手，我怕人家笑话你陈世英，怕婉仪丢脸。他一个大律师，连个老婆都养不活，不知道检讨自己，只知道去怪罪别人。书都读到哪里去了？方一凡，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不清了。不过我警告你，你如果不善待婉仪的话，你噩梦迟早会实现。我会有什么噩梦？你搞清楚啊，律师的太太在法律上照样可以离婚。反正你一直都明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道理啊。好，我这个捡破烂出身的人，尤其对你陈律师的太太有兴趣，随时打算接收。你抢不走他的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可以抢走属于我的东西。怕只怕你不知道珍惜，就先拱手让了人了。还有，不要以为你在外面搞了那些狗屁叨叨的事情，没有人知道，你可以一手遮天啊。好，我会拭目以待。我会看看你有什么本领。一言为定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屁！
方一凡。 思音，你怎么了？我今天去过医院，你见过王一凡。我脸上这块伤，就是跟他打架打出来的成绩。什么？你跟人家打架？你不谢人家帮忙，反而跟人家打架？妈，你告诉我，我们欠人家多少钱？早就还他了，马小姐拿来的钱我已经挪用还给他了。可是。 我不明白，你明明有私房钱，为什么还好意思跟王一凡哭穷？我哪有什么私房钱啊？哼，你告诉我，这7万块是什么？你乱翻我的东西！妈，请你告诉我，自己的女儿住院，不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，反而任由晚一向那野男人求救。陈世英，你有病，你丧心病狂，你真是。 婉仪，怎么了？我要离婚。你说什么？我要跟你离婚。婉仪，好，女儿，我支持你。婉仪，走，我们走。先放手。 没把话讲清楚之前，谁也不要离开这大门。你要说清楚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不看清楚？里头都是几千块、几万块，零钱一元五角，我存私房钱我用得着那么深？那是谁的钱？廖秋桐，他一点一滴存的血汗钱，你够清楚了吧？婉仪，我们走。不准走！我没有允许你们走。 我的丈夫一生做事周全圆满，自信堪忍，绝不走瘾。没想到，在他的晚年，却犯了他死都不能安心的错误。婉仪啊，你爸爸替你选的这门婚事是个错误，他当时病重，老眼昏花，他看不清楚四姨的为人。 这个错误由我来承担，我来做主。依然啊，这个女婿我不要了，你的女儿她还想多活几年了。女儿，走，我们不要在这逗留，天下之大，我不相信没有我们容身之处。这个家留给她，留给她一个人在家。 作为总督，做你的皇帝。妈，我就不相信，你家破人亡，你可以做皇帝，成为等到什么时候？走，婉仪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不准走，妈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婉仪，你不能走。你们这一走，什么都没有了。 我所有的希望，我的勇气，全没有了。妈，妈，是我糊涂，是我嫉妒的要死，所以我才口不择言。但是，那是王一凡从中挑拨离间，他口口声声跟我说，他要从我手中接手婉仪。如果你们这一走，正中他的计。 不但会被人看笑话，反而更加破坏了爸一生的情誉啊！妈，你不要走。婉仪，妈年纪大了，不能受刺激。我们小两口，就算有误会，都可以私底下解决，绝对不可以闹离婚的。我们的婚姻是爸做主的。 我就算有错，也都是因为误会而起。现在误会说开了，那我们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婉仪，婉仪。
你不能离开我，婉仪，你千万不能离开我，婉仪，婉仪。我真的不明白，我实在不明白，我婉仪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哎，我赚的钱都由她保管，我给他们母女丰衣足食的生活，我只不过是发了几句牢骚，发泄一下我被压抑的情感，他就跟我说离婚，哼！哎，还帅不帅？要不要再捏捏？哎。你是见过世面的女人，你分析分析看，我这个丈夫有什么不好？我家里大小事情全部都用操心，家里的衣柜全都是名牌的衣服，保险柜里全都是值钱的首饰。他为什么不念念我对他的好处？为什么要喜欢外面捡破烂那个脏鬼？他为什么就轻易说出要离婚的话呢？你分析分析，我烦透了。这可是你要我说的，不是我在挑拨离间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你说，你说。你们夫妻怎么相处，我是不了解了。不过呢，以我对你的评估，我可是满意极了。你看，这个名利你全都有，人吗？也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的，就是脾气倔了点。这往好的方面来说呢，是男人中的男人。往坏的方面来说呢，就是大男人主义，会让某些女人啊吃不消的。什么女人？外面流行的那些啊，有思想、有灵气，又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些美女人呢？婉仪不是这种人，她安分的不得了。她安分是因为她天性如此，还是在你的淫威之下屈服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人嘛。都会有某种野心，要看他自己的需要。像我，在外面是叱咤风云的，每天虚情假意的周旋在那些贩夫走卒之中。我内心最需要的就是一份安定感，一份精神上的安定。宋婉仪刚好跟我相反吧，你给了她太多的安全感。生活毫无乐趣嘛，他也许想追求一点刺激，来满足他脑筋里一些奇丽的幻想吧。可是婉仪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女人。我是纯猜测啊，是你要我给你意见的。根据你平常对他的描述。她这么年轻就嫁给你，生活单纯的不得了。但是并不表示她的思想已经成熟了，她也许还有一些少女时的美梦，一些没有成型的幻想。结婚以后，生活上更不需要她操心发愁的，整天的无所事事。这当然又助长了她编织浪漫思想的意念了。而你呢，每天忙于工作，根本不可能陪他数星星看月亮的。于是你们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终于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。
我啊，好像在听哲学家讲话哦。这个生活哲学是有几分道理的哦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放弃他。为什么？他不适合你。谁适合？ 你转弯抹角说了半天，就是要推销自己。不是，是告诉你一个事实。好了，这表面上来看，宋婉仪她有很好的家世，有绝佳的风度，有优雅的气质跟谈吐。可除此之外，她还有什么？你说过她在床上像个木乃伊，摆在家里像活道具。 出门像是你的影子，不能给你伴你支持个帮助。而我不同，我财力足，社会经验丰富。现在酒廊已经结束了，我相信在2年之后，我就是个事业有成的女企业家。咱们旗鼓相当，野心接近，是绝佳的组合。 可惜，你血统不纯正，没有婉仪与天俱来的那种高贵气质。三五年之后，我打算从政，到时候，你的身份背景是我前途的绊脚石。这三五年之后呢，社会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，搞不好全是个笑柄不笑娼的世界。 而我的背景呢，正好可以弥补你人脉的不足，祝你走向从政之路。<笑>所以你希望我答应他离婚？嗯，我可没劝你任何事啊，我是旁观者清，把一面镜子放在你前面，让你仔细的看清楚。哈哈哈！哎。 三五年之后我不知道，或许我放弃他，选择你。可是我现在知道一样东西，你可以跟我抗衡，那就是你可以狠狠地满足我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。 怎么找到这儿了？报上都是有登广告吗？不难找的耶。哦，一凡，你在办公室不错哎，你真的不容易，一步一步朝自己的理想去实现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宋妈，婉仪好吗？我们不要提她好不好？我今天是来订房子的哦，一栋为我自己订的，一栋是以秋桐的名义，我帮她订。宋妈，你。 总要给自己一条后路嘛。以宋伯伯生前一再交代我，要坚强，日子过得再恶劣、再痛苦，人都要活得坚强。宋妈，是不是那个陈世英又跟你跟婉仪气死我？是不是？你不用管，你也不能管。你知道，夫妻之间闹离婚，最忌讳就是第三者的出现。你本无辜，这一点我心里也明白。 可是，如果你出面管这件事情，那婉仪就更生为难了。你是她的好朋友，你就应该站在她的立场替她想到。毕竟婉仪还是世英的太太，对不对？宋妈，我只是想知道，陈世英又胡乱栽赃些什么事情。没有。她曾经来找过我，拿着医院手术同意书，她还找我麻烦，而且还一再出言侮辱婉仪。宋妈。 我是气不过才打他的，所以呢，事情才会演变成这种地步。世英的心眼小，疑心病重。原来。
他并不想拿掉孩子，所以他的挑衅并非全无来由。一凡，你想想看，一个做丈夫的，自己的妻子由别的男人陪他到医院去张罗一切，他的自尊心所受的打击不能说不大呀。婉莹瞒着我去找你，他是欠缺考虑了。宋妈，这怎么能够怪婉仪呢？她也是无路可走，所以她才来找我们。如果陈志毅平常待她宽厚一点，那事情也不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别人夫妻凡事都有得商量，好像只有婉仪永远活在陈志毅的阴影之下。宋妈，婉仪她很可怜，她真的很可怜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我越来越知道，我不怪你，我也不怪婉仪，我只怪我自己，当初太软弱了，任由世英作威作福。我现在订房子，就是给自己一条后路。我想通了，生活是自己选择的，要有最起码的尊严。世英能改。能够珍惜婉仪当然最好了，要不然我们也不至于无路可走，无屋可居。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啊，宋妈。是我好奇，我直言，好不好？据我了解，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宋伯伯生前留下来给你们的，你们有居住权。这陈世英再恶劣的话，他也不敢把你们撵出去啊。我不想跟他计较这些，无欲则刚嘛。人如果物欲太强的话，反而会受牵绊。我订房子就是不想受到世英的牵制，我想给他一点警告，给他一点讯息。宋妈，麻烦你把这个合约书填一下。另外，每户定金10万。王一凡，什么事啊？工地有人找你。谁啊？可怜的小妞。我去你的！哦，对了，令哥，我跟你讲，她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妈妈，买两户，你帮我招呼一下。你把那个靠东边那个上下顶楼，你给她，好不好？交给我了。宋妈，工地有事，我先过去一下，我请人招呼你。好，你去忙你的。好，待会见。来干什么？来买房子啊。怎么不欢迎顾客上门啊？对不起，已经卖完了。鬼才相信。本来就是这样啊，地不大房子不多，一上次就卖完了。你是不想让我当你邻居啊？我高攀不上啊。你走吧。对不起，我很忙哈，没时间跟你啰嗦。哎，王一凡，嚯，真有你的。接待中心那个宋太太什么都不问呢，一口气付了20万，就订了两户呢。那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要买3户。哇，王一凡，你是什么神通广大的人物啊？怎么都是这种开出去的？不过这个王先生说啊，你们都已经卖完了。是买完了，不卖了。哎，谁说的？一环啊，财神也送上门来，你耍性格、啊。卖完了就卖完了，这我的事情呢、啊，你不要管那么多好不好？这女人不是什么好人，我房子不卖给她。那
哎呦，这个买房子还有什么好人坏人的？谁拿得出钱，谁就是大爷嘛。这个报上说啊，你们现在是优待期间，一户才100万，我买3户，付现金300万。啊！不要去，哎呀，胡老板，现金哦。哈哈，哎，胖哥，宝贝是胖哥了，我有一半权利，你不要卖，我卖。小姐贵姓啊？我姓黄啦，英文叫做亚乐那个黄啦。哦，黄老板啊，走，咱们去办手续，签合约。签约哈，钱，嘿，胖了。你把名字签好，我明天就到百富工厂，股东的手续也就算完成了。下面著名的是投资公司，投资的项目有很多，像移民中介业、传播事业、出版业等等。还有房地产事业。当然了，不过300万是玩不起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增资嘛。我没有地，你那1500万也不够玩。这你就不懂了，你可以先从小的做起啊。看着有潜力房地产，先买，等于涨价就卖。哎，是时候了，这个房地产呢要起飞了。嗯哼，那么你看中了哪些好货色？我做主买了王一凡3户。什么？王一凡盖房子？所以嘛，这就是我比你强的地方。我人脉广，消息灵通。他那个地段会发，价格又便宜，投资稳赚。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商量？不必，我是打定主意要买他的房子。你同意呢，就算咱们公司的第一笔投资。你不同意，反正我已经付现了。就算我一个人的财力，可以不容他人智慧。我不想跟这人有任何来往。少装了，你只是不希望我跟他有交易。这私底下还不是委托你岳母去偷偷订了2户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岳母？他什么时候订的？昨天早上啊，他前脚出门，我后脚跟进签的合约，这付的定金还是热乎乎的呢。这可是我亲眼目睹的。他们在玩什么花样？他哪来钱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